专利产品骨精华，骨精华双效合一，既补骨胶质又补钙，大力消除关节疼痛，上楼梯嘎嘎响，五十肩、骨刺、腿脚抽筋，骨质疏松。手的关节、腿的关节哈都不好。骨精华我吃了之后呢，手啊也慢慢能握刀了，也能拧毛巾了。骨精华六周见效，用户数万，大量实名见证，请见贝佳药业官网。